一会儿准备回县城出差，然后俺妈说来村里边摘点菜来。我在院一看，你摘着了，你还拿着了，啊，跟姑娘一起。啊，对了，平常人都能摘。我一个，我这你瞧了吧？哦，那你放啊，放松。嗯，到时候你这地里带不带了？俺在那个啥事啊？花钱整喜事。哦，对，还有嘛嘞？哦，你喝点那个啥？随时备着嘞，我这。嗯，说好了，那你不带了，上上我了，我这里头备的。哦，是。就是我这里头是带着，那个喝还是？你个朋友，你这样还解渴呢，放心吧。啊，像你多喝点，多喝点水，我日我这多喝点水的。嗯，好。有那个水了，接下去。嗯，刚才忘了摘茄了，在咱家。哦。正好给咱姑也摘点吧。行。行，都帮你。刚才在屋里。哦。好多家人都问你这药每天换呗？也必须换。对，每天第一个来的人，内丘的人都应该知道，这药是一天一换。刚出摊，然后这顾客都已经在这等我嘞。一斤几大锅？好。这姑来了一日多，又给慌了，一到这都走不动了，是不是姑？那有一老是，那就先把这顾客打这么走了才是。嗯，给你拿点拿些西红柿，西红柿粉红的，就是你回去放放吧。哦，你看那这锅太大呀，你吃完哎。有。我家里还是有那天，要是你那个姑这才给我送的，你也留不。是我没狗都这没给俺这狗拿，因为俺婆种了菜的，年里回都说俺婆给俺往这送了的。俺也是俺爷俺婆给俺送的，俺他一手好着，俺狗往这拿的。你还拿得着？你拿了俺不用买了。哦，我就是那啥，咱能省一分是一分，是呗。俺豆角还是挺贵呀，豆角一块两块钱。啊。便宜我买点，一块九毛九。嗯。咱有这个，有时候俺忙就是没空给你拿，我给你吃了也中，对的有。